看这一题，他说 log 以蛇为底三的对数是 0.4771， x 是这个，那么他说哈，他就问说 log 以蛇为底 x， 他的首数如果叫 n 啊，尾数的第一位数小数点后第一位数叫 n， 那么 m 加 n 等于多少？首先我们把这个 log 哈以蛇为底 x 对数把它找出来，好 log 哈。以蛇为底 x 对数嘛，等于 log 以蛇为底嘛，三分之一的二十次方，这以蛇为底可以省略啊，所以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二十掉下来，乘以 log 以蛇为底三分之一就是负的，乘以负的 log 哈，这个三啊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负的二十。乘以 0.4771 嘛，好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 4.771 乘以 2，2714 积2714 15积20的话9，哦，负的 9.542， 那我手数多少？手数是负10啊，负10加上多少呢？哦，一减掉0.542，八，九减四是五啦，九减五是四嘛，哦，零点加上0.458，好，那首数是负十，哦 ，n 的话等于负十，这是尾数啦，尾数小数点后第一位数。n 是等于4，好，那这样 m 加 n 多少？就等于负10加4，等于负6，所以这题答案负6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